咱们就是说，为什么我花钱都可不得的龙仔仔，你们竟然这么多人都不喜欢他？有人说他像一只肥猪，还有人出图说他是打死也不买的衣服。他只是一个刚刚出生的暴龙宝宝啊，虽然他喜欢恶作剧。小点声，别被小撒发现我藏在这里，还幻想着统治世界。鸡蛋鸭蛋恐龙蛋，我是统治龙蛋岛的仔仔，你是谁？傲娇的性格简直让人气愤。地盘是我的了，我到过的地方都是我的，这棵树是我的，那颗石头也是，来做我的手下吧。但只有得到它之后，你们才知道有多香。除了超级可爱的脚印和好看的滚动特效之外，它会在你孤单的时候温暖你。嘿嘿嘿，吓你一跳吧，任他当老大。叶子分给你，喂，不许忘了我这个老大哦。虽然它是一只暴龙，但是它从小被三角龙小赛收养，所以从未吃过肉。肉是什么味道？比树叶还好吃吗？它也有烦恼。我长得像小撒还是像晶晶呢？开心的时候它会跳一跳长高高，跳长高高。失败的时候它会你什么都没看到。伤心的时候它会统治龙蛋岛失败了。它也会哭。不疼，厉害的龙才不会哭哭。他表面上说着统治世界很重要，但实际上对于出生就没有妈妈的他来说，三角龙小撒和龙晶晶就是现在你还讨厌他吗？